田馥甄在小巨蛋唱三天三夜会怎么样？可以帮我测一下吗？你们不要叫太大声，不要超过63 dB 好不好？你们知道63 dB 的音量大概是怎么样吗？楼上的非常好，田馥甄的演唱会12月9号、10号跟11号三天三夜。我很俗辣，我不敢挑战公权力，所以我不敢唱三天三夜。我是说唱三天三夜这个时间，对，我不是说那一首歌，我没有这个歌单。然后啊，我现在确保我不会就是违规嘛，不会被罚钱。但我说的话会不会不得体？不会，我就是很尊敬遵守规则的一个人。因为我刚的胆量全部都在那个水滴吊台上面用完了，所以我已经没有胆唱一些不应该唱的歌单了。我会乖乖的，接下来演唱会都会好好的，试试看。No， 我们要换位思考，不可以，我们要将心比心。三天三夜抒情版。月底那个还有9场，五月天在这边，我们要确保他们通关。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懒，可是说不出来。